欢迎光临 Jesus Cafe 橘色咖啡馆，陪你一起聊生活、聊信仰。嗨，朋友们平安！你有看过早期的那种扫地机器人吗？它有时候被电线困住啊，就在那边一直打转啊，因为逃不开那些纠缠，它也来不及回到它的基地去充电，最后就没电了，挂在那里。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，有时候是不是也像这个扫地机器人呢？好像被很多事情缠住了，被困难给困住了，去不了什么地方，也做不了什么事，甚至连要祷告都觉得没有力气。我真心的建议你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充电，重新连上爱的源头。我们来看圣经诗篇一篇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人不回到神的爱里面了，就是很枯干的活着，就像树不种在水边就会枯萎死掉。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好吗？赶快回到神的爱里面。与你分享今天的第一杯咖啡，当我们赞美神，我们就回到神的爱里面，不但享受更紧密的关系，也领受神的恩典与大能。你也许会问啊，要怎么回到神的爱里面呢？赞美当然是最棒的，因为不管我们心情怎么样，或者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们神的伟大是不会改变的。当我们发自内心赞美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，我们就把焦点从困难有多大转回到关注我们的神有多大了。哎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哎，而且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哎，这是多开心多棒的一件事。所以当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神，我们就能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爱。今天与你分享的诗歌时光是约书亚乐团演唱的《我神真伟大》。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真诚的向神的伟大发出赞美与敬拜。等一下讨论的时间也邀请你分享一下，你认识的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呢？我们一起来赞美。尊贵荣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上，愿万民都醒了，全地都醒了，祝你满有荣光，黑暗都躲藏，万民高声唱，请来高声唱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，我神真伟大，
心歌颂我神真伟大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请饶恕我常常忘记你的伟大，而是被很多问题困难给困住了。主啊，我要天天赞美你，我不要活在那些恐惧还有烦恼里面，我要活在你的伟大里面，我要依靠你的恩典来前行。感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邀请朋友们分享一下，你认识的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呢？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收获与感动。